接下来看下一条消息，连续第八年开启中国行的 NBA 篮球巨星科比这两天都在上海，那为了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呢，活动主办方也真的是绞尽脑汁，毕竟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，这得好好用啊。哎，到哪儿要干什么事儿是吧，到伦敦得喂鸽子啊。中国行的西安站主办方呢，哎，又是安排这个科比啊什么玩拉面 啊又是安排他这个练书法什么的。那继昨晚科比现身上海某篮球场之后呢，哎，这次他的上海行会玩点什么别样的花样呢？一起来看一下。很明显，相比于第一天的情绪略显低落，上海行的第二天科比的心情显然不错，每到一个地方都和球迷来一次亲密接触。而8月8号身为篮球运动员的科比却率先来到上海虹口足球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说不错，他说不错。原来科比从小在意大利长大，自然受到了意甲联赛的不少熏陶。而在看小朋友踢球期间，科比还接受了上海申花队送给他的一件24号球衣，24号也是他在湖人队的球衣号。要知道，科比之前接受过来自 AC 米兰、巴萨等不少豪门球队的球衣，因此此次到访虹口，不知道能不能给如今低迷的申花带来一份好运。随后科比一行人来到上海万体馆篮球公园，而随着科比出现在镜头前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不少媒体发现科比左脚跟腱上的伤疤十分明显，更有摄影师为此特写了一张伤疤照，看着令人毛骨悚然。因此上赛季受伤病困扰的科比能不能如期赶上下赛季的 NBA 比赛，也成为了此次中国媒体最为关心的问题。I feel really good, I feel really strong, feels like it gets stronger every day. SoIs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something of a sensible time? I hope so. 说完，科比还补充到自己的目标依旧是总冠军，言下之意就是35的他可不管年龄的问题。Did you feel old though? Nah, you get older, but I don't feel old though. They go hand in hand. You know, my goal is always to win a championship.今晚科比将和周杰伦在内的不少娱乐圈艺人玩一场篮球赛，随后前往南京，并在北京结束此次中国行。想到这儿，无处不在的科密不免有些感伤，因此娱乐新天地镜头成为了他们心情的最好释放点。我爱科比，爱科比，第六冠加油！我也爱科比，科比 I love you。我爱科比，我爱科比，科比加油！娱乐新天地，周梦婷追星无边与你并肩报道。